我是寿司，我是处女座，我喜欢模特儿的工作，也喜欢拍摄影片，我热爱表演，更喜欢带给人欢笑，但却因为工作让我陪伴家人的时间变少，特别是已经80岁的奶奶。有一天我认真地看着奶奶，她日渐老迈，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她的有生之年让她看到我的成功，所以奶奶一直都是我工作的动力。每次大型活动时，每一位安多粉丝还有家人都会默默支持我，每次得奖了，他们永远都比我开心。有你们的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追求我的梦想。谢谢每一位安多粉丝，还有我的安多粉丝会会长。